好，我来到了罗浮泰雅温泉的停车场，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云瀑。我曾经拍过哦，早上拍这个罗浮云瀑超美的。那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没有，前方呢就是买票的地方，也是它的一个活动中心吧。然后右边它会有咖啡厅，可以在有现场演奏。那之前已经封起来的竹汤，现在好像又开放了。我看到刚刚有看到有人在泡，这就是罗浮温泉。听听看吧。时间转眼就打烊了吗？罗浮花园咖啡，泰雅美食烧烤土产，感觉不错哦。这边还有卖蔬果的地方。对面就是有罗马公路，我待会这边考察完温泉，我会前往这个尖石乡。啊，入泡脚池前，你先冲脚。使用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。竹汤，好。小黑，起床了，小黑。罗浮温泉来看一下哦，温泉入头后因地形变化已不复见，经过政府与居民合力完全，温泉井开凿，所以又有这个了。然后这里就是温泉公园，好，待会进去看。